小瑞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些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边反省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？对啊。可据我所知，你这几天没闲着，好几家公司的用人单位电话都已经打到我这里来了，怎么没人肯用吗？我知道你爸出了很严重的车祸，你现在身边需要人，你让我回来陪你好不好？陈哲，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小瑞，你看在咱们两年感情的份上，看在咱们孩子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开车。小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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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瑞。